灯五十一支八，朦胧的灯光。前奏有四个八拍，全舞六个八拍，思念墙。你现在开始分解舞步，右脚开始，重心放在左脚，右脚一个，右踏，左脚变，再一个交换转，右踏变脚，右转九十，左脚在前踏，右转一百八，继续右转一百八，左脚退锁步，第二个八拍，右转九十。右脚右踏，左脚前交叉，右脚右侧点，右脚在这里的前交叉交换步，前交叉侧踏交叉，左脚在左踏左死位，右脚回重心，左脚后交叉踏。第三个八拍，右脚右踏垫脚，右脚在这里的死位摇一步。前回后回，右脚在前踏，左转一百八，重心在右脚，左脚前交叉点。第四个八拍，左脚前踏，右脚前点，身体微微向左斜前。右脚在前踏，左脚前点，身体微微向右转。左脚在前踏，右脚侧点。身体面对十点半，右脚在一个后盘前交叉，面对九点钟。第五个八拍，右转八分之一，做一个左脚退锁步，在右转八分之一，面对十二点钟，右脚的退锁步，继续做一个左脚的退锁步，再一个右脚的退盘。退并行，第六个八拍，前走两步，左右，左脚在一个前交，前锁步，前踏后交叉，前踏，右脚在一个前下沉，左脚回重心，两步做一个右转一圈，先右转一百八，右脚前踏，再右转。一百八，左脚后踏，然后要起跳的时候，必须在右转九十，从头起跳。那这时候我在第三面墙跳完两个八拍，在六点钟跳完两个八拍，要面对十二点钟，要从头起跳一次。那我们现在来数拍，一、二。三加四，五六七加八，二二三四加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加八，五加二三加四，五加六七